今天我们煮好欢乐400克豪华版，八个料包，米粉加量，配料加量，单独的豆角包，单独的木耳包，米粉冷水下锅，8分钟之后再依次下入其他料包，再等2分钟，大功告成，就是这么快。现在8分钟已到，现在我们下入的是螺丝汤料包，然后是酸笋包。酸醋包，大概有多少？根据个人口味，适量加一点。腐竹和花生包，满足。